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乐粉俱乐部。我是猫咪，我给大家带来这款联想黄金斗士 A8，就是移动版的开箱简评吧。首先是到手的也是未开封的，这有联想有封条，给大家打开。手机，说明书、保修卡，应该都在里头。电池是2500毫安。2500毫安电池，这应该能使一天吧？数据线，充电头，其他也没有啥了。这款手机是5寸的那个720P 的显示屏，应该给大家先后盖打开，装上电池。这款手机是单卡，因为看只有一个手机卡卡槽，这个是 TF 卡储存卡的卡槽，1320摄像头。好，给大家干一遍，开机。这款手机是八核6592处理器的，加上一个4G 基带，可以支持那个移动4G。2G 运存，16G 的储存。1.7G 八核，开机了。屏幕显示效果还可以。开机看。这款手机是电源键是在右侧，这个是音量键，然后是底下是三个触屏键，其他的顶部是 USB 充电口、耳机插孔，看着外形还可以吧。哦，开始了。我这是第一次开机，
这款手机直接自带的就是，4.4的系统，看一下版本，是4.4的，4.42的，1426的开发版。哦，这个带黑屏解锁，可以在那个黑屏的黑屏的时候，在屏幕上画各种那个符号，然后直接那个显示那个，直接启动那个软件，还可以双击亮屏，我给它试试。双击亮屏啊，挺好使。然后在黑屏画个 C，看它会启动相机不？哎，相机启动了。这点还是相当不错，这反应速度还是可以。我再给它看看，它有哪一个？E 是浏览器，M 是音乐，V 是视频，咱就试试。哎，浏览器，V，视频，哦，可以，开始，看它带的有视频没？有，给大家放一下试试，看看它那个显示效果。显示效果实际还是不错的。M 是最后一个，好，音乐。咦，这黑屏解锁啊，速度还可以的。哦，没有歌曲，那就算了。好，就给大家开箱，就开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欣赏。